大家好，去街上买了点这个，我们这边叫那个肉皮，来炒一下，加点那个虎皮椒，还有一个半根的胡萝卜。这种肉皮它炒的话也好吃，拿煮汤瘦肉化一点也挺好吃的。现在先切一下，感觉锅要烧起来了。我们煮这个排骨汤，一般水要加一点比较好，它很容易烧焦。加点，放一下。这套餐吃起来那个肉皮脆脆的，挺好吃的，也很下饭。你要吃是不是？那不行啊，这怎么办？花菜好吃啊，以后奶奶煮给你吃，种给你吃。